会。那先请新人们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好，现场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Sigma。 大家好，我是定伟。大家好，我是金玉。大家好，我是维哲。是，那其实呢 Sigma 今天为我们的 Himi 来做代言。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说很多女生都很爱漂亮，那不知道 Sigma 三位之中可不可以说一下到底哪一位最爱漂亮？最爱漂亮，看我维哲吧。为什么是维哲？比较自恋，我很喜欢照镜子。他爱照镜子，我无时无刻任何反射的东西通常都会照一下。就除了照镜子之外，我昨天其实有偷偷的听说还有人很喜欢保养，私底下。对，其实我私底下也会很爱保养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也没说是你啊看上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就是男生的保养也是越来越重要，没错。再加上我们因为是靠脸吃饭嘛，所以呢，平常我们在私底下呢就要更注重我们脸部的一些细纹啊，或者是气色的保养。对，所以在今年度呢 ，Himi 邀请到我们 Sigma 来做代言，就是要告诉其实全台湾不管是男生朋友或女生朋友呢，其实 Himi 呢，只要是你是男生或女生呢，选择 Himi 就是一个聪明的保养。那今天已经2月11号了，对不对？再过3天就是很多情侣们都很期待的大日子，也就是情人节，对不对？那等一下呢我们再来问大家情人节的问题。那刚才呢跟大家有提到，其实 Sigma 在今年是我们第一次首度的代言 Himi 保养，对不 对？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底代言保养品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跟感想？我觉得代言保养品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抢先使用试用到还没上市的保养品，是，对，而且像这一次的全新的玫瑰超水感保湿全能导润液呢，就我们三个人都有使用，就觉得其实用过之后非常非常的保湿，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那不仅是平常保养的时候可以用，在化妆前也可以使用，让那个妆可以感觉更加的服帖。像其实冬天的时候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可能都会有一些冬天干燥肤质的困扰。 对，使用我们的导润液其实就可以改善这个状况。那刚才有提到情人节，不知道 Sigma 三位对于心目中理想的女孩的类型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做一个分享？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好奇。结语先说好。好啊，那我觉得，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比较可爱、活泼、开朗的女孩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女生呢，气色好也很重要。对，因为像就是不需要化妆，可是就是天然的啦，天然的。对对对，就是好像她皮肤有点白里透红这种，有点像玫瑰这种感觉。对，这感觉是最好的。对，所以其实女生真的要保养，那男生也要保养，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好气色。对，那我们定位。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皮肤白皙的女生，因为我觉得看到一个女生，然后第一印象一定都是看到脸嘛，所以如果她拥有玫瑰般气色啦，然后又皮肤又非常白皙的话，很能吸引我的注意。是，那维哲呢？那维哲就是一定要综合他们两个讲之外呢，外形看起来还是要有点聪明的感觉，要看起来非常 smart， 要聪明，单纯聪明，聪明有主见。所以刚才综合我们 Sigma 三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类型，可能就是可爱，然后喜欢保养，有玫瑰般的好气色。那可能呢，肌肤要白皙透明。那最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有聪明有主见，对不对？是。这样子要求还蛮多的。完美，有这么完美吗？对。有。可是呢，刚才我们的 Himi 王子 Sigma 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们的一些保养的一些小配方跟一些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两位千金来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做分享咯。那其实大家透过现在打光这么强，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五位代言人，我们三位代言人跟我们两位千金呢，他们的皮肤状况都非常的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想要偷偷的来询问一下两位千金在保养的一些小配方，先询问我们的 Crystal 咯。对，大家好。其实我平常习惯用的是专柜式的化妆品，对。然后，我没有想过开架式的化妆品就是可以这么好用，而且很方便。那因为像我，因为工作关系啊，我常要飞来飞去，所以我皮肤常常会很干燥。那我觉得这一次 Himi 推出的这个玫瑰导润液，它就让我觉得。
就是一大惊喜，就是我觉得说用它之后我的皮肤很保水哦，然后如果因为工作要上妆的话，就不会因为干燥的皮肤而脱妆，就会妆前使用会让我觉得很保湿，然后很就是让就是很吃妆，对。对，所以其实呢，在妆前使用的导热液可以让我们整体的妆容呢看起来更服帖。那不知道 Lace 有什么样的一个保养小配方要跟现场的朋友们做分享？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就是最近常拍戏，然后也长期时间都在上妆，所以我在保养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加入多一个步骤，那就是湿敷。然后湿敷真的对保湿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你洗完脸之后，然后再放一些化妆水，然后这个弄完之后就是再度清洁。我会用一个化妆棉，很多化妆棉，然后加我们今天的那个导热液，对，然后就贴在脸上就敷着，这样子敷一阵子之后，真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水嫩，就算是很强烈的灯光或者是在冬天的时候，它真的是能够让你的皮肤维持在很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另外想要加的是，其实我非常的惊讶，就是台湾的品牌竟然可以做出这么棒的产品，而且又是这么划算的。它不仅是100% MIT， 另外就是这个导热液，它还添加了台湾原产的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这真的是能够回馈我们台湾本地的这个花农。是，那其实呢 ，Leslie 现在好像才刚从高雄飞回来，因为才大家知道 Leslie 现在在拍电影，就是在拍我们《痞子英雄》的电影版，对不对？可是高雄大家都觉得，阳光应该很炎热，可是 Leslie 呢，一样可以维持的皮肤非常的白皙，非常的红润哦。那其实刚才有访问过我们 Sigma 对心目中理想的女孩类型，那我现在一样的要来访问我们两位千金心目中理想的男孩类型，那请我们的 Crystal。先跟大家来做分享。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对女生好，就是要对女生好，要很体贴，要为女生着想，很温柔。那我们 CGMA 的王子都很符合哦。那接下来看看我们 Leslie 有什么样的要求？我比 Crystal 要挑一点点，她要聪明，还有温柔，然后最重要的是她要有爱心。有爱心。那其实呢，刚才有说我们两位千金 Crystal 跟 Leslie 都符合我们 CGMA 三位王子的一个心目中的理想女孩哦。那其实不瞒两位千金，我们 Himi 王子 CGMA 也完全符合你们心目中的要求，因为他们除了聪明保养之外呢，同时呢，他们也非常的有爱心，要来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像这一次呢，我们2011 Himi 的新品上市活动呢，我们就跟立新基金会来做一个合作。那接下来呢，一样是我们 Sigma 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活动内容的分享，好不好？好，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就是只要你在2月10号到3月14号这个期间呢，到屈臣氏只要是购买一瓶我们玫瑰系列的产品，那Himi 就会捐赠30元到立新基金会。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做爱心，发挥大家的爱心，这样子。是。所以除了大家要注重保养，不管男生女生都要注重保养之外，同时呢，也可以在这段期间购买Himi的产品的，就可以发挥爱心。